上个星期这个《花游记》网上串流里面已经第一时间同大家送来过就是 Be a Rebel New Order 这首2020年最新 single 的一个 extended version。今个星期再度添食再下一城。全新的 remix 作品其实是这位第二度出场的 DJ Producer。今天开播之际是他的全新歌曲。所讲的是 Paul Woodford, 全新 remix。New Order, Be a Rebel。这位阿波都已经久违了一段日子了，其实2020年他都推出过好几首全新的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但是以下这位阿波哇真的十世无见，终于在这个年头试近年尾的时候推出全新作品。在那个90年代和千里错，我们怎可以不是跳着他的作品来到长大。这位阿波久违了的是哪一个？他是 Paul Oakenfold。 在这个时候要送来 Paul Oakenfold 的全新作品，但是 you name it, I play it。 今晚玩的游戏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以下这首作品大家可不可以抢答？到底 Paul Oakenfold 2020年的全新作品里面，这首歌是 sample 了哪一个章节80年代经典的一段 synthesizer， 一首经典的 synthpop 呢？你会不会估到到底是哪一首呢？准备好没？都認得了，到底这首 Paul Oakenfold 的全新作品 sample 了哪一首80年代的经典？呢段唔系估唔到系嘛？难系嘛？二人组，一男一女。好，开鼓。
为真系好容易估添。原来咁难估，因为呢个世界上面真系有 generation gap 咯。罗马再造 ，80s reload。之前刚刚听过，系属于 Porkinfo 重出江湖，久违咗有佢全新嘅作品。全新作品系叫做 What's Your Love Like， 里面 sample 咗嘅 synthesizers 部分，冇错就系、是、来自呢对二人组经典嘅呢首乐章里面嘅 Simpline。OK， 有人估中咗呢一半啊！阿山上鱼你估中咗咧，系耶稣又即系耶稣系啱嘅。咁但系 Bonica 话东高就错啦。其实呢首系经典 Situation。咁估啱一半都系估中嘅。